当年拢会等一件代志，就是当年的旧历过年前，舞蹈拢会拍两支广告，一支保利达比，一支全国电子足甘心。我印象上深的是全国电子足甘心的有一支广告，伊的背景就是旧历年的过年，啊，一对老公婆啊在穿团圆饭，啊来吼，迄、那个我去上的门，我爸上嘛，啊咱左囝咧。哦，迄落伊去打工啦，哦，迄个那开学哦，爱来注册回来呢。第二个卡就是迄个租金啊，底下咧画眉嘛，哦，开心果、杏仁果。第三个镜头就是我只上坐伫楼梯间啊，啊，租金啊，行入来，爸，你哪伫食？我就想讲，今仔日都二九妹，大家咧食团圆饭，今日无食啊，包一包菜给伊。然后最后一个 take， 这舞蹈上爱用这个 take， 就是一拍电话笑落来，啊，迄个租金啊，底下一边食一边哭。这对作者异乡游子来讲是做有共鸣的。你那记忆遐尼济啦，这个是有一年拍的啦。因为对那讲记忆其实是赶快，就话叫很多工读生啊，啊大道城迄个年货大街，人等你除夕的时候，因个哩卖物件，啊可能南部因啊，啊伊暗时啊等伊就等伊宿舍，啊因老爸知影伊今仔袂等伊，所以炸物件来，炸物件来。但是咧，我条讲有一个。镜头是翕迄个查某囡仔伫食，因老爸炸来的时阵，佮伫食物件时阵，伊有一张壁，有搞一张纸，伊欠账偌济，帮助偌济，啥啊有画掉，有已经画掉，啊有也袂有，啊所以因老爸看看的怎啊，提红包，提红包给因查某囡，是是，哎，到尾伊佮因老爸要走啊，哎，徛喺二楼的阳台，啊看因老爸经过路灯的时阵，伊讲爸。新年快乐！我跟你讲啦，我今日拍阿考出来，结果自己讲过出来，我朋友叫个人哦，伊讲过年啊，你干嘛拍这种广告？不，这帮我这个物件足深的，伫在怎？不是大家人过年拢总欢喜哦，千万唔通误会。我做囡仔上惊过年，因为阮爸性地歹，阮爸嘛爱跋，啊跋叫赢转来就好哦。半脚呐，输转来是规间厝乱糟糟。阮爸是会煮杂菜汤的哦，就是转来袂爽有无？本来哦三四样菜有无？甲你倒做一卡哦。所以唔是大家人过年拢做欢喜。没错，我嘛是，阮那边啊过年有啊吼。迄唔是半价，可能半价人切我开工，如果唔得，我半价十五个你包啊。啊，就一个过来就是老母老爸冤家。相信上可能是啥？开始过程，阮老母叫因阿爸等下食饭，啊，你就去叫啊，啊，就徛遐等你，伊就讲小等下啦，安尼，啊，就等，伊不爱走啊，是迄只，你也唔知伊安怎，哎，我也要拍麻将先来来，慢慢看啊，看个会晓啊，看个会讲啦，讲，我看到尾个讲，啥懂啦，就是讲阮老爸讲，迄支唔好拍，接不滴，就是因为你用讲啊，你讲，啊，就去啊，就阮就接啊，就规个等来讲，啊，今摆是要省啊，歹省，类似这样子的东西，对我来讲也是不快乐。再来，甚至是妈妈会离家出走，等个暗宵冤家啊，等，啊，赶快啦，就是每个时阵。别人正在欢乐的时候，其实永远还是有人在悲伤嘛。对，因为这是不要多，因为是安尼，对啊。因为我看你拍的广告，你写的戏剧里底充满了一种黑色幽默，尤其是另外一个是全国电子，就嘛是全国电子的，那是哦，囡仔考了足好诶，有啊哈，老爸等下先教有啊。对啊，因拜老爸，其实对我来讲。哦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了。因拜老爸，不要表现情，不要表现情感。其实，在这个凑的过程，其实他。很欣然，而且蛮得意的，其实蛮得意的。我咪赶快，我小学毕业考到第一志愿初中，哎，阮里头有广播呢，因为规整套唔捌过嘛，啊，你考到第一志愿就，啊，大家人拢讲老爸讲恭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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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，阮老爸拢会讲，啊，大汉吃大汉才知啦，意思是小时了了啦，啊，猛要被他命中的啦，真的小时了了，他未必吃，讨啦，没，我意思是，他那是台湾老爸表达感情的方法。诶，就无同款啦。我会举一个例子，伊讲台湾的老爸表达情感的方式，伊讲啊，迄边我考到初中，啊，阮老爸有一天可能跟朋友去高分啊，去看电影啊，安那啊，回来透，恁做暗暝拢咧困啊嘛，啊，透早起来看桌仔顶有一支钢笔啊，万年笔，哎，万年笔，啊，你也唔知他这是要送的啊，对啊，伊搁咧困啊，啊，阮老爸伫厝的拢啊，敢那妖魔鬼怪都我要惊死啊，对啊，啊，阮小妹来先讲啊，就讲啊，我要升四年级啊，爱用钢笔，这可能要花一款，阮老爸来电就讲，吃下来，啊，又无嘛，啊，阮第二小弟的伊就现在读五年四年一款，啊，就伊阿姨碰伊较爱耍，成绩较歹，啊，伊就牙看讲这。
一定不是好啊。啊，我老爸在讲栽得好，有地讲。啊，你又挂起啊嘛？我来讲啊，哇，这个什么微佛呢？在点么讲的时候，我老爸对白是讲，嘿贵贵啊，你家用好，你家气化，你用派你气化吧。就这样子，他没有任何称赞，也没有任何，但其实他是买了一支笔。这个过程对他来讲，对他来讲一定是最极致的爱的表现，就大概是这样。所以舞蹈，你在写剧的时阵，你是不是惯性把某一个你生命中出现的角色，把它投射在里面？这个讲来又很长了，应该是安尼讲，就是讲，我唔知道别人写物件哪写啦。我是开始写物件时，开始写这个故事的时，我就开始替观众想，就讲因来看，因来看到多一部，因来看到多一部分。啊，比如讲，他到遐列在遐四种查甫人，榜单里种遐查甫人，遐查甫人，你就先写故事的时候，如果吼，我一本人拢会啥，想一个你熟悉的人，把它放进去。安尼伊个讲话啥物件都袂糟践 ，OK， 就从头到尾他维持保持稳定嘛吼。我定个学生啊要写剧本就讲，你只要要写一个真唠叨的欧巴桑，啊真好心，但是佮嘴一直讲一直讲无吼，啊这你就想一个人嘛，这个永远不缺少。你巷子里面来对，三只瓜是金箔，你个直接贴上去就好了。啊，所以其实你自己写剧本了，是规定就是讲，你常常会不知不觉就把你熟悉的人给丢进去。但这个也有好处，就是。哎，这件事情可能在很多地方都经常发生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比如说我写《人间六》，里面有最后一部是，我就知道我儿子失业，来看女儿嘛，趁女儿没注意的时候，唱集。这个对很多人，很多女生会哭啊，对很多人会感觉，因为这个东西在很多人的家庭是经常发生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戏剧本来对我来讲就是这样，它就是普及性，它就是让所有来看的人会感觉，某一部分我共鸣，对。我好像就在我家发生吧，就这样。所以我那问卷来电，我现在下工导演，你好像在我家装 monitor， 装监视器，对，有可能是安尼安尼。那舞蹈，我最想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贫穷，恁较早砖头到底是外散？你我都讲一个故事，甲阮讲，到底什么叫做散？时代无同款啦，哈啊，其实贫穷甲迄个是比较来的。是，你若尊重，阮隔壁住一个哦。足富裕诶！啊，阮兜上人食饭咧配卤吧，阮兜咧配菜包是，那一下子就比较出来了。但是可怕的东西就是讲，这个村子如果大家都一样的时候，迄无比较，你就感觉你问你就感觉讲啊，都每个人拢安尼，就跟咱每个人拢同款。我嘛捌想过讲，我要安怎讲形容讲，阮迄个砖头外山。阮老母搞不好就讲一个例子，我讲啊，迄那个最准确。囡仔破病。伫发烧，要带去教阮阿看，爱准备50块，准备要买迄个医生费嘛，吼，医生的钱是爱借7块，50块爱借7块，爱加7块走，就是讲啊，就规砖头拢共款散啦，啊，而且这7块走，再佫包括啥物件，对药包也得摕，因即个讲了回头等药包是啥？药包是永百家庭内底拢有一个常备的迄个药啊，啊，内底有各种胃啊、胃药啊、什么药啊，啊，掉遐，啊，你若隔壁的人来遮摕有吼，比如讲啊，摕一包黑骨草药啊去，啊，迄一包药啊是4块啊5块，啊，弄5块你内底，啊，对不？这是诚实商店的概念呢。不是，因为你换药的时阵啊，对家收钱啊，所以你也弄嘛吼。好，内底个迄个7号借不够50块的时阵，其他。我可能有一个人讲啊，阮遐药包内底可能有7块，我去摕7块来倒，就这样。那种贫穷就是到几乎是我需要，我很迫切的需要的时候，不一定拿得到资源。嗯嗯，习惯了都散。OK， 对。